这是即将上市的全能小金刚，今天我们来做一个拆箱视频，可以看到它有五种功能，我们选的是不到500的光机套餐。本期视频讲解如何 DIY 鞋子功能，首先将鞋子功能的配件准备好，接着将取动控制板、触摸屏安装到相应位置，接着我们将 XYZ 三轴的电机以及屏幕的排线接好。鞋子的编程软件这里推荐奎翔雕刻，然后将我们的签字笔装上去即可，利用拖机控制找到我们事先编好的鞋子程序，是不是很简单？你学会了吗？